机场的名称已经定下了，就无需有任何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争议。It is not an issue. It should be non-issue. 它不是一个课题，它也不需要争议的一个课题。我也希望亚航必须要接受政府所做的决定。